那个，我给你办登机牌、托运行李，你把那个身份证给我。好嘞，等我一会儿啊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脸色真的很不好啊！我真的没事儿。是不是江村又欺负你了？这是我跟江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说你，你肠胃也不是很好，能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啊！王嘉文，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？ 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也不想对你好啊，但这么多年我习惯了，我改不了啊。你说，如果当年没有江村，咱们俩是不是可能？不可能，就算没有江村的话，我俩也不可能。 我知道是我没用，我没本事，我除了比他爱你。 什么也比不过他，行了吧？其实呢，我也不图别的。我觉得咱俩现在就特别的好。我不愿意，黄嘉文。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。那天晚上是个意外，意外你明白吗？是不能发生也不该发生的事儿。如果你这辈子还想见到我的话。 把这件事情问得一干二净，跟谁也不要说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是我喝多了，是我的错，好吗？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行了吧？我想过了，等这支广告拍完以后，我就会跟公司解约。没必要的话，咱们俩不要再见面。 你坐。你干嘛？江村，你不是在上海吗？我要跟我说，你出事儿了，来看看，尽一下老公的义务。现在看来，多余了。秦素，你可以啊你。 我哥前脚去上海，你后脚就被人开除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我们江家哪儿对你不好，你非要给我哥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？江村，你听我解释。秦素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占一点便宜。我看你这次怎么办。